是我们云林县的吉祥物。那么几年来，它都带给我们云林县人很多的欢乐。那今年呢，我们给奇蒙子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呢，就是要请他作为我们2017年台湾灯会在云林的宣传的大使。那么在这段期间里面，他必须要走动到各处来传达我们云林县办灯会的这个讯息，也诚恳地代表我们云林县民对大家的邀请。那今天我们特别为这个奇蒙子呢，设计了一段他专属的一个歌舞啊。那么有很多的小朋友们，他们也打扮成奇蒙子的造型，大家共同营造这个欢乐的气氛，希望把这个欢乐的气氛传播到我们全台湾各地，也诚挚的邀请所有的乡亲朋友，在2017年2月11号到19号这个灯会的期间里面，能够到我们云林县来。我们的主灯区在虎尾高铁特定区，我们在北港呢还有一个传统的灯区，云林竭诚欢迎大家。